静静的，我开了哟。谢谢。Hello。晚上好，晚上好。我是不是开得太晚了呀？感觉大家都睡了。我在包谷和北哥的房间。今天路上堵吗？还行吧，我一上车的手机就没电，关机了，然后还算挺快的，不然我觉得我都支撑不了回来，我觉得很无聊。来听漂亮姐姐的甜美声音哄我入睡，我的声音甜美吗？不吧。吃了吗？没有，刚点了外卖还没吃。他来了，他来了。我就是因为你，我最近一直被这个洗脑。没有，今天我又去听了一遍，我觉得很好笑。扣子能扣一颗吗？这扣子有什么问题吗？晚上还是早上？这当然是晚上啦、啊！现在一点都没有到，怎么能算早上呢？对啊，奶牛衬衫，这是我去年圣诞穿的。凌晨了，好吧，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晚上。眼妆，今天这个眼妆这几颗是北哥给我贴的，我觉得很好看。大哥天，大哥地，大哥能顶天立地。投票啊，投票是大光明赢了，但是呢，我还在纠结。虽然是说是大光明赢了，就是我还是会纠结一下。就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在里面拍照的原因，就是因为每次要马赛照别人。请尊重大光明。那您投票，投票主要是想知道大家的心意。那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只是想知道大家的看法。请尊重投票结果。一半一半怎么搞啊？因为这样就很帅，确实很帅的，这个我赞成你们的看法。右边，左边刘海，右边大光明，你也太难为我了吧！谢谢，我试一下，左边刘海，右边大光明，好奇怪，这不还是刘海吗？今天的清晰度720p，那是高还是不高啊？好烦啊，被你们弄懂了。今天有点糊吗？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地方光线不太好。哎呦我的妈，吓死了！有阴影这里，还是拿着吧。无刘海帅气。
不行，我明天还要去买衣服。我明天要去买衣服，虽然我不能收拾行李，因为我去上海的衣服我想买。对呀，雪，你要跟我一起。可以啊，明天去吗？我们一行人啊，我跟暴露行程、啊。你不是要去？我们玩回来之后，我跟润润可以啊，明天我想白天去逛街，然后晚上我要去新月树。我要去新月树。哦，那我们就不能一起了，那你只能跟包一起逛街。包，你要跟我一起去逛街吗？不想，我想去。好吧。他又在唱奥特曼的主题。不是奥特曼的，这是我明天新元素准备唱的。可爱小。好吧。今天直播先不要刘海吧，先满足一下。无刘海党的愿望，你要搞个投票，要刘海还是不要刘海，然后不要刘海赢了。你早说给你做票、啊、我开启我的百万小号给你刷票。因为熊孝也是我的刘海党。对。对，他和润都是我的刘海党，然后。我觉得你有刘海比较乖。你看，又多了一个刘海党。但是我觉得你分开的话会比较显成熟，又有点那种很有气质的感觉。我也觉得，哦，北哥真会夸人。就是有不一样的美嘛，你可以一段时间有刘海，但是没有刘海，这样的话他可以看到不同的你。可，今天的光比较清纯，哪天的光不清纯呢？是食堂的光比较不清纯吗？嗯，我要不要？我在想我要不要开个直播？开呀、啊。开呀、啊，开呀、啊，来跟我一起开。好，那我就。你要刘海。不让我躺下。你看吧，这样很纠结啊，这让人你们啊，好烦啊，打了起来。来看一个直播，短暂的直播。啊，真好。哎呦妈呀，你们现场 battle 吗？真的。谢谢左娟的腿儿，谢谢你。你练得好，好亲切，左娟的腿儿。对，就是左娟的腿儿。大家好，晚上好。没有想到 PK 开完更纠结了。我没有在包北的房间。这个真的扣，真的。扣脑壳，这个想这个，这样很纠结。啊、我已经躺下。眼睛旁边是星星。那我就先不要刘海播十分钟，再要刘海播十分钟。你怎么变出刘海呢？凭空变的。就这样弄下来啊，把拨下来就好了。明天和包谷一起逛街吗？包谷不想跟我逛街。我不是不想跟你逛街。他不喜欢逛街，他是一个直男。热。他连跟我一起走路，要从这边走到那边，他都要打车。无刘海是名推，请尊重发型总选 Top One。嗨。好呀，好吧，那就。我是运营，对，我是运营，无刘海是我的一个成员，有刘海是我的一个成员，但是无刘海是名推，有刘海是官推，就比如说像包谷这样的高层，我还是你的高层啊，对啊，像张润、包谷这样的高层，就很喜欢我，就很喜欢有刘海。明天新月树的活动想好了吗？想好了，不要老催嘛。我又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们很可爱。我知道你想吃东西。哈哈，我一直以为他叫达菲。达菲是那只兔子是吗？然后他叫。要不然就飞机头吧。你觉得我这么长的头发能用飞机头？
有邀请谁吗？暂时还没有哎，你们想我邀请谁吗？新元素。兔子叫什么呢？周总同款发型。你先做这个发型，我就模仿你，好吧？因为不知道他们都有没有空，所以。我也是，完全不知道这是啥，本直男不知道。又把我的刘海拨起来。本直男只知道狮子、王、唐老鸭、米老鼠、白雪公主、七个小矮人。大象妈妈，不知道大象妈妈有没有空。嗯。豪哥。不能这样子对我啊！不知者不罪。哦，是怎么也没有奇奇绿绿？我的胶原蛋白。谢谢。奇奇绿绿是哪里面来的包裹？他那个什么大兵布，他第一次出现的那个布鲁托里我就喜欢离很近直播呀。你太远，我都看不清楚你们的弹幕。嗯。我也知道红包了。对啊，我综艺班说完赢了呀，对。怎么了？肉都还变齐了。熊希老又在磕 CP。太好磕了。你们猜猜熊是要磕什么？那不能猜，磕死我了，磕死我了。要不要配一副眼镜？暂时不想，因为我觉得戴眼镜会让眼球变凸。他说不能告诉大家，所以反正我给你们提示一下，是两男的。嗯，那个倒可以。是河外的哦，我今天遮黑眼圈遮了好久，真的。不，你们猜错了，不是穿古装的。阿妞。什么 G 什么 GGAD 啊？不是四个字的，不是穿古装的。你醉了吗？哈哈哈看醉了。是也不是外国的。怎么会这样？就是中国的。今天借蚯蚓的，其实我也有，我没有拿。哈不会猜到了吧？没有，有人猜，但是没有。我不知道，反正嗯。嗯，反正就是嗯。包牛，说什么吗？嗨，我说磕死我了。哪一对磕死你了？正面回答。左包啊。看着我，提示一下嘛，嗯，不行不行，我不重要你，好吧。最近应该是我旁边去了一大坨玉米。什么是一大坨？没有他的地方。不用，他开玩笑的。来玉米。干嘛？哇！你们今天觉得我狙击手那个红裙子好看吗？你知道吗？是因为我找不到穿什么衣服，然后就想着上次倩倩她和菲菲跳那个什么，在巡演的时候跳那个穿那个红裙子特别好看，然后我就去借了一条。借了一条红裙子。其实我还蛮少穿红色的衣服，就是自己的私服，就想试试。上次
Tango 有穿一次，觉得还蛮好看的。我适合红，说得好，我就适合 red。然后小圆在我的沙发上。嗨。你把小圆现在，哦，他刚刚把脚放下来。哈哈哈哈哈。提醒你别把他刚刚的姿势播出去。没有。摇晃的红酒杯。那小圆怎么样？嘴唇上染着香水。是吧？小包。你们打算啥时候去上海？打算啥时候？好像是说我们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我们22号去。颜色好看，但是款式有点怪。哦，那条裙子因为不是我的，然后是也就他们是有一个对十八闪公演的，然后对，所以不是量身定做的那种，我觉得还可以的。凌晨去让赵佳蕊来接你。人家不用睡觉的吗？提前收拾好行李 OK。之后没有十八闪了吗？我不知道我。但是说实话，哎，就是如果 Fiona 不跳了的话，我还是挺想念 Fiona 的。给大家看我的被子是那种。怎么了？为什么又不要说了？你们是有问题啊？为什么我就不能说了？请问，哇，谢谢超人不会飞，为 GNZ40 也左进源投了999999票，谢谢，没有特效了，现在都没有特效了，很符合我现在的心境。谢谢。那个游艇都没用了，现在特效都不知道为啥。怎么了？自闭了。没有，我只是觉得活着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别人手动游艇。你又不告诉他们你们是什么？好的，你们手动给我刷游艇。那怎么会有人跟？哇，好多游艇啊。我不会画画啊。他问你，我手绘可以一起磕吗？谁呀？你磕吗？感觉我收到了好多游艇。你我磕什么？你可以先告诉。要是真的有这么多游艇的话，如果我估计会疯。我估计在这个直播已经把手机摔掉了。我们点了外卖在桌上，还没有吃。投的999票在都在房间的这里没显示。啊，为什么没有显示？琪琪，谢谢超人。就觉得那个通全服通报还会有那个。下面还会有一行，一路陪你披荆斩棘。真的吗？真的没有，今天新加的。一路陪我披荆斩棘。我刚刚也收到了呢。你是多少999？谢谢。我收到了，然后那个人推送别人给左进。一路陪我披荆斩棘。不是，是9999。他昨天他还是一个单纯的那个横标，今天就有一个一路陪你披荆斩棘。哇，和圆刚刚同步了。真的吗？嗯。有点卡，真的卡吗？你们看我卡吗？现在？不卡，那就是这位粉丝你手机的问题了。他们手机有那种，说出来说那种像宝宝屠龙点击就送的感觉。最后几天了，加油。干嘛？我用头发扫你。
其实咋说，就是。Oh, well, well. 睡觉。今天第一次来剧场，看你的腰好细啊，怕折断了。放心吧，没有人会来折断我的腰的。又让我别说，我每一次说什么别说，你又知道我想说什么了。我们是特务中的问号，必然好气啊！汹涌的暗潮，无声的梦。姐姐刘海一定很扎眼睛吧？我把它撂在旁边好吗？不是，不好，这是史努比。果然这样听着心情会舒服一点，要不然真的，你把刘海撩开好不好？不是的。每次都怕我说些什么。我觉得很多，就很多事情哦，就真的，你怕是没有用的，对吧？有些东西就该来的都会来，躲也躲不掉。睡觉可乖了。我想说的是感谢粉丝的话，好吧，也不是让我说什么奇奇怪怪的，好甜好可爱。其实就是，其实我现在先说就是什么最近这几天什么什么节奏很多啊什么什么的，其实说实话从今天晚上开始，就今天晚上我麻木了，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已经麻木了的感觉，心情已经麻木，我的心已经麻木了，我甚至都不会难过，也不会伤心，就是麻木。然后我现在就是特别感谢我的粉丝，然后就一直不管处境有多艰难，一直在我的身边。没有想太多，我觉得今天因为我手机不是回从剧场回中心的那个车上不是没电了嘛，就是关机了，然后就没有玩手机，我就自己在那儿，我就坐了一路的车，我就自己在想东西。谢谢，谢谢。我就没有手机玩，我就自己想东西，我就想，就想了半天。或者是可回收，然后就觉得没有胡思乱想，我是在开导自己和觉得，真的吗？就觉得有你们真好的那种感觉。酒店有垃圾分类，我哭了。你的眼睛怎么那么好看，不适合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看乱七八糟的，我看了很多的也是你们跟我讲的话，每天看的最多的是房间，看的最多是那个我的超话，有些东西我就随便看看罢了，因为女孩子都会有好奇心的嘛。好奇害死猫，所以说我们有好奇心是对的，但是要不要有那么大的好奇心。累得双下巴。还有啥来着？我想想，哦，今天有粉丝就是拆盘的时候问我，你是不开心？这几天最近这段时间都不开心，感觉我不开心。我跟他讲，我说，谢谢。我跟他讲，我说，比起不开心，其实是不甘心吧。对，就是。不甘心比较多，所以先学着就没错就是。所以我不是在危险发言，我是说支付宝有个小程序，为什么要打问号？真的还是假的？哇哦，他们说支付宝有个功能，我来对啊，我是说关于总选的东西。又咋了？我现在都不敢说话了。我
我们垃圾对就就是专门给分类的，我不管了，我说谢垃圾谢都谢给你分谢，此局愿不嫌弃你干，要来谢谢舒适在于对不起您在谢谢你，不是我想说的不是关于任何方面，我想说我现在觉得在我心里最重要的是马上的总选，其他东西我根本就已经没有放在心里了。我今天跟拆盘的时候我也跟我的粉丝讲了，跟我就是有粉丝有讲过，就是我说的不甘心是我这次总选我不想，我想要跟进，我是说的是这个意思，我想要跟我的粉丝一起神器预定，我去年就是神器了，我今年不是想要神器，我想要的是比神器更进一步的，这个人为了逃避 you know 垃圾分类了好烦干嘛我相信我的粉丝懂的，好吧全力以赴，谢谢然后你们帮我分了我再扔了，哈哈，我把你知道吗，把排位抢的垃圾罐带回酒店，你知道吗，我们谢谢大熊谢谢，对就是小芳其实他说要把那个垃圾从上海带回广州扔，就是也想跟粉丝争口气，好小一个女的因为我然后我粉丝也会受到一些攻击啥的，然后我就是想跟大家争口气，谢谢谢谢凡，刚刚有只蚊子停在你的眼睛里，如果被你给拍死我谢谢，为什么谢谢俊俊，谢谢大家。对呀，谢谢无奈，谢谢。每次叫你无奈，感觉好像不是在感谢。谢谢精神永存。你心结的永远是你心结的。谢谢 DO。谢谢。人生苦短，可能如果有路人在看我的直播的话，就是不了解我的比如说也对我怎么说呢，也不是很喜欢我的，他们会觉得左金元在又在做梦，又在异想天开啥的但是他是杰拉多，你刚记住了，你不要骗我。哼，带薪丢垃圾。兔子是什么？我知道。三个字。对，我现在很积极向上，非常积极向上。兔子是对，兔子是显性男。我没哭，这还没到我哭的点呢。我要是看到现在没有人给我投票，我才会哭吧。你先干嘛哭？好你开心来。他轻轻说着他喜欢辛巴，然后完了他把头像换成了姆巴萨。
是我最喜欢木筏沙包吃的是大木马。如果让我，如果谢谢一年，谢谢。你是奥特曼和。左根宝打算几点睡觉？不知道，左根宝等下还要吃东西。欧怎么还不睡？因为欧还在营业。那么多奥特曼，你推荐太糊了。滚！然后现在答应了大家直播嘛。然后今天拆盘的时候有粉丝电拆，然后也说，少去看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我就说我会多看自己的粉丝的，多看，多看大家，多看你们。有些时候我确实是容易被愤怒冲昏头脑。我很容易上钩那种人，我真的就，我就是那种激将法，一激就可以就会成功的。谢谢，谢谢精神永存。然后就有些时候会忽略自己粉丝的感受，然后有些时候就，谢谢。我慢慢的补吧。我现在觉得就是看那些是没有用的，看你们才是在看自己重要的，看自己重要的人，不要再浪费你们对我的爱了，谢谢。我感觉我好像在说说这种演电影的感觉，谢谢，但这是我的真心话。我好像真的浪费太多东西了，谢谢。就像以前，是我上次说我要买，但是一直没钱买。算了。哎，你们是不能再提，那我到时候再看。是你的风雨。画质还好吗？谢谢，谢谢杨少。为什么你在熊夏唱了一首很应景的歌？什么？我说你唱了一首很应景的歌。马赛克吗？现在是，是不是又把光挡了？箱子吗？现在在看直播都是真爱左近元路。我和你却太不容易。你下来唱好不好？为啥？就没有。他们问你，明天去看七七弟弟，你有什么话要带给他们吗？没事，让他们好好吃饭。哥哥还记得群号吗？162654852。对吗？是吗？真的要断了过去。瑶瑶跟我一起听。他这个行走的音效真的是很绝，你知道吗？所到之处。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没有追问。好烦。因为我你不觉得包谷不管唱什么歌都能唱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一种铿锵玫瑰的感觉。他唱那个闯码头，我真的觉得。真的。他们问你怎么了，为什么一直重复这一首？没有，上一首唱的是滚滚红尘。好沧桑，对，我在磕 CP， 我都说了我在磕 CP。哦，他来磕他的 CP， 所以他就想唱这种歌，就很应景。他天天为了他的 CP 在被窝里面哭。倒没有。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岁月中。哎，我问你个问题，宝宝，你说，你有磕过我的 CP 吗？磕过，比如左飞。哦。咋了？你什么表情？没有。说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那你觉得我磕过你的啥？
当时北佐了，现在就磕，立马就磕。你们还有 B 站合集呢，我看过。啊。真的、啊，我跟北哥吗？对啊。我们有 B 站合集。你和左俊元有 CP 上的 B 站合集，我看过。哇哦、，unbelievable。嗯哼。哇哦。而且剪得很那个，就是剪得很全面，感觉把你们这三年的互动全部都剪进去了。啊。我感动了，我跟北哥都没有怎么在台上互动的，就会。都会被全部剪进去，那个PO主一定煞费苦心。他是有多喜欢我们俩 CP？ 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营业过，不是？对呀、啊，我们所以就这样才很甜，才很甜呢。磕不下去了。连抓我磕什么吗？现在？他们问你能不能接受？我磕左饼啊？什么？他说他们问你能不能接受我？接受你。嗯，可以呀、啊。人家在跟他刚说完，就在跟刚说完磕完左饼，然后你就来呀、啊，你来打什么岔？真的是睡觉去。我睡了。没有骗人你。哦，那个标题是这个名字，我吓死我了，他们说吓死我。只要有爱就有痛。哇哦，等下去看看。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唱不上去了。人生没有我并学校被自己的口水呛住了。不会不痛。我相信已经磕死你了。等一下，搜一下。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唉，学校磕到魔心。昨天看了你自己说好不好磕啊？好磕好磕，丙左不行。丙左。我在前面，我的 CP 我都是在前面的。对啊，我也很奇怪，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就是这样子的，没有办法。哎呀，找到了呢。左左到底能不能接受北哥？竟然有17分钟，啊！不要放，好羞耻啊！你现在在这儿放。哇，居然这么多，有14个合集！天哪，这个人是疯了吧？我的天哪！北哥，我们等一下关了直播再看，我好羞耻啊！没事，他看他的。好吧。我想看，我想看。我的有些我都不记得了。害羞。有些我记得了，比如那个。比如我喜欢男人，我超喜欢那个我一辈子。我喜欢男人，我超喜欢，这算是跟北哥发糖吗？请问。你要做我的支架。放大好吗？嗯。这个我记得不看了吧，我们跳过这。好。嗯。太搞笑。嗯。我最近胃不好，很喜欢打饿嗝，就是很饿了就会打嗝。哦，真的、啊。让我动情的话派。动情，我还说过这种话。没有啊，那你怎么知道？怎么看出来我喜欢你？你是不是一点都不土啊？就是我不想磕，你这个很认真呢、啊。我也不想磕。我跟你说，我不会说。哦，你发，我发现了，你真的不会说土味情。对啊。我怕了。认真的表白，对，我觉得当面处刑我，太羞耻了。你说，当着当事人看。你们看看我的支架吧，哎呦，你们看过。我刚才第一排讲完了，我都不知道。我不是，我不会讲情话的，真的，我都是临时百度。神秘代码16265485。我记住了吧？对对对。就是你现在这个表情，我会感染到
OK fine。我现在非常就是想跟你们聊别的，但是他的那个打断我的思维，让我一直在羞耻当中。好，那我暂停。北哥。其实发言关键好像要被剪进去。没有没有，叫了一声就不继续了，没有，不好意思，等一下又会被剪进去。你看他等得多认真。那你不说我们就继续看了。啊，没有，北哥你真好看，又很帅很温柔，对我又很好，我希望你永远跟包谷在一起，不是？什么东西？没有。你跟我表白，为什么要跟他呢？什么东西？没有，我不好意思，我害羞。但真的，我这两天在他们房间，我得到了快乐。我们还有三十分钟。你知道吗？你们知道我们三个人有一个群，叫做“宝贝之源”。我们三个人一个群，我说过了哦，好吧。像那个鬓角推，帅吗？我总感觉。改了，我改成宝贝之源了。你在讲今天那个我改的？对，熊笑改的。谢谢谢谢抹茶味儿。谢谢。啥呀？太羞耻了！天哪，过于。没有什么好看的，其实也对。我不会偷偷看，我不会偷偷看。最好的就在身边。最好的就在身边，就是我看着的你们。我很体贴的。体贴。听起来我是一个什么样？什么？其实你是个孩子。什么体贴？感觉是那种。就是他的语气换一下的。然后后来觉得我是一个母亲。好体贴，你知道吗？北哥今天说我好体贴，我总会听成好。我也是。好什么？嗯。外卖凉了，没关系。哎呀，我放在这儿好难举哟。嗯，就是我觉得很幸运能遇见了，然后可以无限包容我的各位队友。好，谢谢啊。是吧？然后我觉得我们队是一个非常和谐的队伍，就是大家都非常了解彼此，然后就很包容对方的原点不一样。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最舒服，吃播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外卖吧。想吃吗？那句话想好看。反正北哥就是这样。
好羞耻的背景音啊。等一下，让我回过头，回过神来，救救孩子。没有在猪叫，但是你们能发出这种声音吗？你们难道都不能发出这种声音吗？不是很轻松就发出来了吗？谢谢哥哥，谢谢十七哥哥。很简单啊，你吸口气就好了。你不可以呀、你们学一下吧。下一个。不建议这样翻译，好吧？那我就。偶像应该怎么发动物音呢？喵喵喵喵喵，这样吗？蜡笔小新可以，好吧？不建议你。危险发言。你打开包北的视频，让他们也羞耻一下。我现在没有 iPad， 我们 iPad 不在身边。其实我 iPad 已经又找不到了，我要回房间好好找一下。再看我这个直播间就要被举报了，不至于。床底看看，看找不到。我也想快点找到，可能又在床底。不是，他说那个 AV 号是二多少多少多少。我的充电器又丢了，我现在都是在他们房间蹭充电器。啊，你说我为了充电器干嘛呀？还丢了？哎呀，气死我了！我也不知道咋又丢，就是丢了呀！我才，我的充电器也丢了。吓死我了！你是丢库？多少？274263？对呀。哎呦，我记得。啊！别看发表。我不知道该怎么讲。现在，想打爆自己的头。为什么说发表有一点点？看过了。虽然我从来不敢买充电宝，就是因为我手机为什么经常没电？因为我买一个充电宝都丢一个。这个早都看过了，你为什么？怎么了嘛？行李没有，说明天去买衣服。我现在不急着收行李，我一个晚上就能收完。好，看过了，那就不看了。吊袖像，对啊，我就是吊袖像。我还涂了两个。有事吗？下次绑在手上，好奇葩哦。在你后面捡的东西能开家店了，我也觉得。咋不长记性？我也想长记性，就是人真的没有办法，我就对自己无能为力了，掉东西这里。不要，我这我总是意识到，哦，原来它已经掉了，我才会想到，哦，以后我要多注意。左娟，你记不记得我们在重庆掉了什么？我不敢讲。掉啥呀？你都忘了掉了啥？什么呀？我在重庆掉了啥呀？掉在出租车上的，掉在出，然后最后你
必须你又去买了，但是、oh. 但是好了好了，不讲了不讲了。哎，他们更新的野蛙居然有这么长，居然二十，没有什么了，你没有什么。哇哦，2019年的剧。什么呢？不可说，就是不可说。真的不可说。其实我你的信。不要。哎呀，说什么来着？你自己悄悄看。好，我自己悄悄看。你自己戴耳机看。乖巧。放下，我们小光害羞。不要逼我。看我今天自己点了一个泪痣，好丑。然后这两个是北哥给我贴的。小圆，我们什么时候关？你要播多久呀？40关吧，好不好？还有7分钟。好，我们一起40关。好。对，我嘴巴这里破了。有一天看完的会一定很棒棒哦。痛痛，就是涂口红的时候。不是，是我怎么撞到话筒了，还是怎么样的？我想一下，冷了。你自己说的不是。但是因为想跟你们聊天，又不想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所以我就一定要跟你们聊完天再吃。我忘了。哟，怎么还有声音？什么左蕊视频？你和赵佳蕊的吗？啊，没有没有，无事发生。你的什么视频？快快快快！他们又推荐新的了，你看吗？你嘴巴不好看，嘴巴太薄了，我希望比嘴巴再厚一点。不好磕，太遥远。封唇不行，封唇的话会把自己的嘴巴变成很肿的那种，会很丑。真的就那就饱吧，那就没办法。拍进去了。突然曝光你的屏幕，磕的 CP， 破破。哎呦，怎么还有声音的？这样就很好啦。反正小饼干也不会说我嘴巴太薄。再忍7分钟吧。他们也不会说这样不好看，对吧？好哦。然后虽然我的鼻子长得也很普通，但是我就觉得够用就行啦，何必要追求那么精致呢？对吧？我的鼻子是那种，你又不好看，但是又不丑的那种。但是是真的，我作证。对，我也作证。你作证什么？我发誓，昨天我一直在，昨天我一直在直播里面揉了半天了。我容易被别人带跑，就是听，而且小圆讲话就特别想听。本来我是一个很普通和平凡的女孩子，但是是因为你们我才变得不普通不平凡。小圆真会讲话。好烦呐、啊、这两个人。我们要学到了。不要破坏气氛。对，我们要学以致用。谢谢谢谢精神永存。谢谢。夜来飞是什么呀？你觉得我刚刚很非主流吗？讲话。就这么可爱的男孩子吗？倒是见过。没有了。好吧，以后我不讲这些话了。反正大家心里都知道的，那我就不讲，多讲就没有意义了。我也不是那种风格的。对呀。因为我觉得珍贵的话，讲一次就够。不能因为吹爆你的头，他住在北方是个 rap。 你现在是认错没有用，你刚刚说夜来飞。你觉得你张开嘴巴说话的时候更美丽呢？反正大家一般看的时候，谢谢大熊。很出戏。好吧。我舞台和直播反差太大了。
我会，嗯，我会对你们说我的，我对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是我真心想跟你们讲的。你们想象一下哦，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我自己是左静元，对粉丝是怎么想的？爱爆，对不对？拥有了我这样的粉丝，嗯，是啊，运气真好，一女的。没有，就是我不是为什么今天突然甜，是因为最近的事情很多，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经过这两天有在公演，然后公演的时候听到我的粉丝很大声的扣我的名字，就让我觉得，嗯，对，就是那样。抠醒了，抠醒了是什么？抠醒了。他们问你是不是抠哭了？没有，没有。觉醒了。谢谢一面，谢谢。哈哈。时光不等人，我们要珍惜。他不告诉你不要哭，还会有下一个 CP。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现在觉得，哇，我马上又要过生日了，我居然就21岁了。还能丑干嘛？谢谢。那你快美美的出现。能在18岁进团，认识你们，21岁，喜欢我的人更多了。嗯。让我觉得这几年没有白过。说你太歪了，这是什么？他天天凶我，他叉叉歪。嗯，让我觉得，就算前面的危险再多，我也可以。嗯，谢谢你啊，这么好听。我也可以继续。消消你。在那个，就像在爬杆子嘛，就像一个梯子。就像在爬梯子一样，我现在已经在努力的往上爬了，然后就是但是就是会有一些人会给你丢一些障碍物什么的，然后想让你不要爬那么快，想让你不要爬上去，但是呢有很多人在为我加油。那我没关系，我会不负丙望，不负丙望，关机了，他现在就长这样，不负丙望，有人让我来充个电，好啦，我要关直播了，41了。我要开始吃饭了，今天说的，现在都没有怎么吃东西。开始和我心情晚安稳了。这个女的好奇怪。你为什么要对我笑得这么猥琐？没有，你说对我什么企图？没有没有没有。看到你就很想笑。拜拜。拜晚安。大家去睡觉吧。嗯。5 4 3 2 1 BOOM